啊，你们那边有没有？啊，有啊，都有啊。好，那你菜又多一个点。牛肚大肠煎一下麻辣锅煮会煮得香哦。那这个后面介绍一下哦，这个的话是可食用的墨鱼汁，然后可以拿毛笔在上面写作画画，然后拍照的时候经验，然后下锅建议不要写太多啊，它会太咸，然后下锅烫3秒就可以了。所以然后它全部一起没有你可以分开一张刚完，对，它不会剩下去，哦，不会剩下去，那它就是豆皮啦，哦，对，它就是干豆皮。那经过程序，你要拿一个什么？不要不要让我笑 ，OK？ 那个我怕人家一笑就连起来是不接。今天很多机会，有安排是你们家是没有安排，那你不要哈？没有，就没有安排。